老婆，鱼虾大了，我要吃粉蒸肉，你给我做。想吃肉还不简单呢？老婆三下五除二就给你做好了。姥姥，话别说早了，你要是做出来，我把汤的水都喝了。臭小子，你等着，姥姥给你上一个，今天做个粉蒸肉，给你长长见识。姥姥，不是说做粉蒸肉吗？你跑南瓜地里干嘛？你小子懂什么？姥姥用南瓜做出来的粉蒸肉可香了。姥姥，你这锅巴干什么用啊？加了锅巴才香，你不知道吧？放上调料拌一下。姥姥，锅巴给我留一点。好，给你留着，你先去玩会儿。姥姥，你这三个待会我们怎么分呀？你平常不听话，就给你吃小的。姥姥，你太偏心了。来尝一下姥姥做的怎么样？哇，姥姥这好香啊！这味道真不错。好吃。抖音。